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课程班，我是今天的主讲教练星宇。我为大家讲解的内容是后空翻，讲解分为基本动作训练和整体示范的正面、侧面还有背面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下面我来讲解后空翻的四个基本动作。第一个基本动作，起手零手跃，以大拇指为最顶点往起零手。好，侧面示范，背面示范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二个动作，起跳动作，起跳收膝，配合第一个动作零手起跳收膝，尽量让膝关节向胸口上推，尽量顶到贴得越近越好。好，侧面示范，背面示范。好，第三个动作，第三个动作是抱头仰头，第三个动作是抱头仰头。好，我先用第一个第二个动作来配合第三个动作，抱腿，示范，背面示范。好，仰头这个动作呢是这样做的，起腿以后仰头，侧面示范，起腿以后仰头，背面示范，起腿以后仰头。第四个动作呢，落地，注意刚开始练习的时候落地要用四肢落地，好吧，这样以减轻冲击对身体造成的负担。接下来我做整体的示范，我的建议呢是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啊，找一个比较柔软的这个地质啊，以减轻这个冲击对身体造成的负担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选择在草地上。好，现在我做正面示范。侧面示范。背面示范。接下来呢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，如果可以在练习一定程度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大家可以选择性的两腿落地，不要用手也可以。如果你练习的次数不够的话，好，现在我做个示范，落地的时候两腿落地。两腿落地，好吧，好，侧面示范。落地要轻，OK。今天呢，我们练习了后空翻动作。后空翻有四个基本动作，这四个基本动作希望大家以15个为一组，每一个动作都以15个为一组，练习两组，坚持1个月，然后才开始翻后空翻。后空翻呢比较危险。希望大家能够在专人的保护下，或者找一些比较土地比较地质比较软的地方，这样的话能够对大家进行一种保护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把功夫者团队的 email 放在屏幕的下方，请随时联系我们，以最快的速度回答你的问题。好，今天先就到这里，再见。